六月，数千只蚁鸥汇聚到沙漠中的岩沼，繁育后代。刚刚降生的雏鸟还没有捕食能力，蚁鸥夫妇轮流外出捕食，然后用反刍出来的食物喂养幼鸟。繁育季节食物短缺，很多时候蚁鸥夫妇不得不双双外出捕猎，此时雏鸟必须坚守在巢穴之中。不过总有例外，一只走失的蚁鸥雏鸟，它刚刚降生不足两周，尚未学会涉水或者飞翔，它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等待父母找到自己。雏鸟一旦离开巢穴，就很容易成为其他种群攻击的目标。危急时刻，它竭尽全力，发出最后的呼救。世界上所有的鸟类中，蚁鸥是被人类认识的最晚的鸟类之一。直到1971年，它被命名为蚁落之鸥，以表达鸟类学家对它相见恨晚的遗憾。上个世纪90年代初，人们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的陶利庙阿拉善湾海子首次发现正在繁殖的蚁鸥，由此判断荒漠中的这一湾岩沼已经成为蚁鸥哺育后代的家园。每一年与蚁鸥一样，大约有40多种鸟类会纷纷飞向荒漠中的狮岛繁育后代。让这里呈现短暂生机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水。水，生命之源。因为有了水，地球才得以成为宇宙中人类已知唯一拥有生命的星球。它们以各种形态不断更新循环，从高山到大海，水与土或亲密或疏远，共同孕育出无数蓬勃生命。蜿蜒的海岸线是生命从海洋到陆地的初始，温润的泥沙中
隐藏着鸟类迁徙的给养。鱼群逆流而上，完成生命轮回。人类文明在这样的土地上悄然诞生。然而，仅仅在数十年前，我们才渐渐意识到这片土地的价值。于是，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湿地。每年六到九月，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通过一条条峡谷被抽吸到青藏高原之上，然后以水的各种形式储存在山谷之间、冰川和雪山脚下、星罗棋布的水坡之间，无数河流由此诞生。盖湿地，黄河上游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之一。黄河至少有30%的水量来自于此。从2006年至今，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朱丹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对若尔盖湿地的研究已经进行了近20年。来吧，刀来切一下嘛。哎，很紧，其实是草根。嗯，我们打的这个点最深的可能接近10米，反映出来的若尔盖总体的这个泥炭积累是非常深厚的。我们通过进一步的这个地年，就碳十四的地年，我们发现它的这个发育的起始年代大概是距今在12000年左右。从以前的认为它是没有用的东西，或者说根本没有很好的去认识它的一个东西，进入21世纪以后，大家逐渐的开始关注这个湿地。七月是若尔盖湿地一年中食物最为丰富的季节，黑颈鹤的幼鸟正在准备学习飞翔，灰雁家族人丁兴旺，鼠兔和喜马拉雅旱獭小心翼翼地进食，他们得随时小心天上的猛禽。水鸟们在水面游弋，不足一米的水深使得整个花湖都成为他们的食堂。这里的丰美来自于一种特殊土壤——泥炭的赐予。梭草是若尔盖湿地最普通却是最重要的植物。这些起起伏伏的小草丘被形象地称为塔头。在星罗棋布的塔头之下，梭草类植物发达的根系将它们牢牢固定在地面或水面之下。由于海拔高、气温低，梭草类植物在死亡后分解速度极其缓慢，一些来不及腐烂的遗体在水下与氧气隔绝，在漫长的地质时期层层累积，形成若尔盖湿地的泥炭层。每年夏季来临，冰川融水使得黄河上游水量激增，若尔盖湿地的泥炭层拥有巨大的保水能力，可以像海绵一样从周围吸收或者释放相当于自身体重8倍以上的水分。如果说青藏高原大家都公认为它是我们的中华水塔，你可以把若尔盖想象成它这个水塔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就像一个调节阀一样，它把一些夏天的降水它保存在它这个区域，然后在冬天当开始枯水的时候，它甚至可以多向下游提供这个上游来的水源。隐藏在草甸之下的泥炭使整个若尔盖湿地的水资源融会贯通，
以温和的方式适时吐纳，持续为黄河中下游提供淡水，贡献超过3万年。然而进入上世纪50年代之后，这个一直运转良好的系统却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当水源被排干成草场，天然湿地会在很短时间内丧失原有的保水功能。人们为了扩大牧场，蓄养牦牛，在这里开挖出长达700多公里的沟渠进行人工排水，致使地下水位下降，30%的湿地消失。就这儿都可以，就这里都可以。你需要手套吗？不用。不到2米。这儿残地就多得很，这一块就少得很。10000年的时间，它就在这儿发育。嗯。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但是现在如果它暴露出来了以后，它就开始分解。不管它是难分解的还是易分解的，它都有这么一个。作为湿地研究者，朱丹深深地知道，湿地退化的背后还隐藏着一种公众不太容易关注的危机。泥潭中还有大量的酚类化合物，在水下缺氧的环境下，它能够阻止有机物的分解。当泥潭地失去水分，氧气就会趁虚而入，最终导致泥潭中的有机物分解，二氧化碳迅速向大气排放。自然生态系统，包括森林也好，包括草地也好，包括我们说的湿地也好，它一直在帮助我们吸收我们排出去的这些二氧化碳，相当于我们在排放的同时，他们在帮我们吸收，这样一正一负，相当于他们在为我们做贡献。过去的几十年到现在，逐渐它的惠的作用在变弱，如果我们不及时的采取这个气候变化的减缓措施，肯定是就是说若尔盖这个湿地的碳，它会逐步的或者是加速的释放到大气里面，这种冲击就给人一种想做点什么事情，可能个人力量是微薄的，但是你可以去试着去认识它，去想出一个解决的途径。面积超过3000平方公里的若尔盖湿地，封存大约70亿立方米的泥炭。当水位急速下降，湖泊消失，湿地萎缩，深埋地下数万年的泥炭层被暴露于空气之中。在过去的数万年间，作为大自然的贡献者，若尔盖湿地在涵养黄河上游水源的同时，持续不断地平衡着地球的体温。它未来的命运将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入夏，江汉平原的麋鹿进入繁殖期。鹿王非常紧张，他一边试探雌鹿们的反应，一边守卫着自己的繁殖群。四周遍布着王位觊觎者，他们将青草挑在脚上，以显示自己威武强壮。为了争夺交配的垄断权，一场战斗已在所难免。的生存竞争开始于若干万年以前。作为典型的湿地哺乳动物，麋鹿擅长游泳，长腿和宽蹄
可以让他们在泥泞的沼泽中如履平地。那时候，长江中下游的沼泽都是麋鹿的家园。2000年前的中国，司马相如曾经描述过他看到的这一片大泽。听说楚国有七个大湖，臣只见过其中最小的一个，叫做云梦泽。云梦泽方圆900里。我们今天看到的湖北省，它的大部分面积在2000年前还都浸泡在云梦泽的湖泽之中。每年春天，长江携带着青藏高原营养丰富的泥沙冲出峡谷，在江汉平原众多湖泊之间舒缓流淌。拥挤的湖面，它们努力拓展自己的叶面，不仅仅为了获得阳光。叶面上的每一个细小的气孔都是高效的空气压缩机，不断收集新鲜的气体，通过叶柄向下注入根茎。一片荷叶每天可以向水下根茎运输多达22升的新鲜空气。水面下，它们膨大的根茎、贯通的空腔以及纤薄的表皮，构成高效的新风系统，在淤泥中自由呼吸，得以存活。对于陆地植物而言，水淹意味着缺氧与死亡，而湿地中的生物则已然演化出一套与洪水共生的生命系统。涉禽选择在枯水季节筑巢，候鸟也只在恰当的时间拜访。漫长的岁月里，无数生活在这个巨大水域之间的植物和动物，根据洪水涨落的时间节律，诞生、成长、孕育、死去。对于他们来说，一年一季的洪水不是灾难，是大自然的恩赐。然而，2000年之后，他们赖以生存的大泽去哪里了呢？插草为标，圈水为地，先民们通过梳理沟渠、修建堤坝，获得耕种的土地。从围田稻作到桑基鱼塘，中国的粮仓一直游移在长江中下游的湖泊之间。先秦时期方900里的云梦泽，大约从汉代开始渐渐萎缩，到了魏晋，它已经被分割成若干大小湖泊。宋代，千年的围垦之下，云梦泽早已烟消云散。与此同时，号称千湖之省的湖北省持续承受湿地丧失之痛。历史上对于长江洪灾的第一次记载，出现在西汉初年的荆江江段。根据湖北通志，自江堤修建以来1600多年间，荆江大堤一共溃决97次，在明代以前约百年一次，而从明代开始至清代则约6年一次。这是80多年前一次洪水冲破荆江大堤之后，在田野上留下的痕迹。此时，洪水带来的已不再是丰饶，而是人们避之不及的灾难。1998年的夏天，
长江两岸分洪区内的广播不停播发着即将分洪的消息，大堤之上巡视人员不断发出预警信号，解放军已经在北闸防御堤待命，分洪区的百姓家家在盘算逃生的方法。这不是偶然出现的场景，事实上在这一湾江岸，人力与江水的博弈已经持续2000年。随着人口的激增和土地面积的扩张，云梦泽早已离我们远去，成为一个古老的传说。清晨，潮水带来海洋深处丰富的营养。红腹冰鹬从遥远的南太平洋经过5天5夜无间断的飞行，体重减半。如今，它们只有加速进食，以获取更多的能量，完成接下来的长途旅行。每年4月，超过5000万只候鸟从澳大利亚北部海湾起飞。这条史诗般的生命线长达14000公里。每一个种群都会依循本能的指引，在中途稍作停歇，然后在夏季到来之前，前往北极圈附近的繁殖地，完成种群延续。新西兰是白色的旗标，西北澳大利亚那边就是黄色旗标的。其实还有俄罗斯的鸟也会来，然后我们国内也有不少地方的鸟会来这，比如说崇明东滩呢，就像黑沙白的一个组合的旗标。从2009年开始，全球迁飞网络在南部的春季水鸟监测项目已经持续进行13年。2019年，北京林业大学团队加入项目组。梁家善和伙伴们将和这些候鸟一起在这里度过整个春天。尤其对于红腹冰鹬这个物种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大部分从澳大利亚跟新西兰迁徙的红腹冰鹬都会在这里做他们去繁殖地之前最后一个加油站。黄渤海之滨是一片淤泥质浅滩，从澳大利亚到俄罗斯漫长的候鸟迁飞路线中，这样的淤泥质浅滩只有2处，一处在澳大利亚西北的海湾，另一处就是黄渤海滩涂。大大小小的潮沟肆意铺展，无数出生的浮游生物和软体动物潜藏在松软的泥沙之下，维持着海洋与陆地之间微妙的物质交换与能量循环。每当潮水退去，裸露的滩涂最宽可达10余公里。这片辽阔的潮间带湿地不仅为人类提供食物和生计，还埋藏着国际候鸟迁飞的口粮。多呀，就很多都是死的，难怪他们不来。这个，我今年红腹冰鹬的蛤好像挺少的，就我们刚才这一筐里边出来的就只有这些，就比较多的时候的话，这一筐下去里边有，就这些地方应该是有一两百个。光华和蓝蛤
是一种小型贝壳，成年后体型也不会超过3厘米。在黄渤海的潮间带，它们的分布密度极大，每平方米的数量能达到上万个，是包括红腹滨鹬在内的恒鹬类候鸟迁飞过程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优质的食物来源。红腹滨鹬它其实吃的时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应的细胞，它的嘴插在泥里面之后，它能感应泥里面的那个密度不一样，它能侦测戳下去的那个位置附近哪里有蛤。红腹滨鹬的喙并不长，无法像其他鸟类一样可以将贝壳啄开取食，它们只能找到那些足够小的蛤类整个吞下，光滑和蓝蛤的大小刚好合适。在20天左右的时间内，它们必须不停地进食，吃到肚子滚圆，让自己增肥一倍，储存足够的脂肪，否则它们将无法完成漫长的迁徙。这已经是红腹滨鹬从南部出发的最后阶段，再晚一个月，他们将不够时间在西伯利亚完成繁育后代的任务。然而今年，调查队员们发现，大批的红腹滨鹬种群始终没有出现。最高峰那一年有40000多，今年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看到大量的群。我们分别在南浦啦、北浦还有天津那边、汉沽那边三个地点去观察，每一个点我们看到最大的群加起来其实都才不到10000。近年来全球红腹滨鹬种群数量持续下降，它们遭遇一种强大的威胁，迁徙路线中最后的补给站正在迅速缩小。从1994年到2010年，渤海湾约450平方公里的海域被围垦，其中包括218平方公里的潮间带滩涂。Thank you.
是一种少数能应对沿海盐度不断变化的水域环境的植物。红树林也被形象地称为海上森林。它们不仅能像海草一样吸收二氧化碳，纠缠的根系还能为鱼群提供安全的繁殖空间。如同已经适应洪水的湿地植物一样，它们则是与风暴一起进化的植物，能够保护海岸面对台风的侵袭。就我们人类在海岸带上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当中呢，对生境造成了破坏，导致它失去了生长繁殖的场所，数量越来越少。60年代到80年代以前，大量的围海造田是我们国家红树林面积减少最多的时候。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沿海地区呢就发展这个养殖业，大量的挖塘养殖，导致我们红树林面积急剧减少。2000年前后是钟才荣最焦虑的一段时间，几乎每一天海南岛的红树林都在减少。除了面积萎缩，让钟才荣更加担心的是红树林树种的消失。到本世纪初，中国的红树有一半以上处于濒危状态。拿尺，拿了拿。你看那个也是你两三万。我们把它掰开的时候，看到里面的这个不规则形状的，这个就是小的种子。但这个种子呢，它有大有小，有些种子是饱满的，可以发芽，有一些是不饱满的，是发不了芽的。海南海桑是海南目前为止被认为是海南的特有种，但是现在调查到的也就是120多棵，所以它比大熊猫还少。它为什么变味没有完全搞明白它，因为一个物种的存在有它自然存在的道理，我们如果让一个物种消失，这是我们的罪过。红树植物的驯化过程是一个几率极低的挑战。种子萌发之后需要持续不断地补充水分，水量增加的同时，水分的含盐量也需要逐渐提升。植物不会说话，很多时候一次错误的浓度设定几个月之后才能显现出结果。漫长的驯化过程只是为了让幼苗在回归自然以后能够逐渐适应不断变化的海洋环境。为什么大量的海南海桑的种子没有长成苗，没有长成大树？什么原因？到底是光照的原因，还是别的原因，还是别的动物把它吃掉了？初春，越冬的候鸟刚刚换上繁殖羽，准备飞向遥远的北方。从2000年开始，海南岛北部的这片海域成为红树林研究以及生态恢复的繁育场。驯化，当它完全适应这个野外的自然条件了之后，再把它种回到原产地，也就是说从哪棵树下采的，那我们就在这棵树的周围选择适合它的生长的立地条件的一个滩涂地把它种下去。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通过今后的这些年呢，解决掉我们海南岛这些珍稀濒危种的数量问题，确保这个物种不要从我们的这代人的手中给消失掉。
出生于1960年，上海宝山吴淞，就是俗称的吴淞口。我家离开江边大概是3公里到4公里，5公里左右吧。这离我们更近的是有一条叫晕草帮，还有一条叫黄浦江。上海到处都是水，上海天上有雨水，看到的云，我一直比方叫云库，地表有长江，有太湖流域，河王密布，我们说江南水乡，地下又有非常丰富的矿泉水，应该说它是不缺水。上海水网密布，湖泊众多，奔涌不息的长江每年将大约9800亿立方米的水量注入这片土地。然而谁也不会料到，这座被丰富水系环绕的超级都市，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不断面临淡水资源枯竭、水质恶化的困境。我们水库处理呢，是去年5月份开始开工的。嗯。那么这一幢房子呢，就是我们厂里年度就是最历史最优秀的。最优秀的。1881年，目前呢还在使用中。那么现在出厂水的 pH 大概多少？现在出厂水的 pH 是7.几。认为是高了还低了？应该说还是偏高了。如果能够投加二氧化碳，那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对对，因为现在西进水厂2019年投运到现在。对对，效果非常好。上海是中国最早拥有现代化公共水务设施的城市之一。100多年前诞生的杨树浦水厂，至今仍在为城市提供生活和工业用水。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这座位于黄浦江边的水厂再也无法满足城市的需求。城市发展了以后，人口多了以后，取得量越来越大，我们上海每天的耗水的量是一个天文数字，就是就饮用水来说，每天是1000万立方米，那在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来说，它都是一个天然的数字。科学上有一个评判，一条河流它引出的水量如果超过1/3，这条河流会变成死河，也就是所谓的死河，它会干涸，还有呢，水质会大幅度下降。上个世纪90年代，顾玉亮成为长江原水厂的副厂长，上任后他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尽快关闭吴淞水厂在黄浦江的取水口。然而新的水源地设在哪里成了难题。唐代的时候，长江的入海口还在镇江、扬州一带，大约2000年的时间里，长江口淤积的泥沙不断向东面的大海推进，塑造出中国规模最大的三角洲。漫长的岁月里，长江从来没有停止这项巨大的造地工程。每时每刻，江水携带着泥沙奔涌而至，在潮汐的作用下塑造大大小小的滩涂和岛屿。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远离城市的离岛和荒滩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直到1990年的一张卫星图片进入上海水务专家的视野。前面就是青岛沙，最早90年代初的时候他看的地方，因为这个区域大家以前的认识都认为是海，都是以咸水为主，但是他们在那里的工作的时候，口渴的时候呢，
喝了一口水呢，这个发现这里是有淡水。即便在青草沙找到清洁的淡水，也无法证明这片自然的湿地能够为城市提供充足的水源。我要搞清楚长江口的咸水它到底从哪里来的，它的规律是什么。当时争论是非常激烈的，因为我们守住黄浦江为什么要到长江取饮水，因为长江离开我们上海很远，当时啊，当时上海比较小，弹丸之地，所以呢争论是非常激烈的，有专家是支持，有专家是反对。在接下来的15年的时间里，顾玉亮和他的团队几乎每天都将自己浸泡在长江河口的盐潮中，一切都是为了给自己生长的城市寻找清洁的一汪淡水。30年后，在同样位置的卫星图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长兴岛不但变长了，变大了，而且在它的北侧围起了一片与长江水色迥然相异的巨大水域。2010年，世界最大的江心水库青草沙水库建成并全面供水，总长48公里的大堤围起近66平方公里的水面，面积相当于10个杭州西湖。这里依然保存着占总面积28.8%的原生态湿地。从取水口进入的江水，走迷宫一样通过这些复杂的湿地，颜色却在逐渐变清。现在已经过了10年了，青草沙的生态系统越来越健康。从布拉丹东到河口6380公里，淡水的入海流量是9335亿立方米，青草沙在长江水当中只取了一瓢水，来滋润我们上海一半以上的老百姓，保护长江，保护中国的江河，希望我们的环境大环境大生态能够大幅度的改善，这才会保持我们的水源生生不息。善治国者必先治水。2016年，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了这片珍贵的家园，无数中国人在良田与自然之间做出了艰难的选择，从雨水征地到渭水让路，长江中下游的大小水域在数千年的历史中终于出现首次增长。2021年，中国出台湿地保护法，2022年，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在中国武汉设主会场召开。在致辞中，国家主席习近平进一步提出，把约1100万公顷湿地纳入国家公园体系，实施全国湿地保护规划和湿地保护重大工程，保护4条途经中国的候鸟迁飞通道等一系列务实举措。身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减少人类活动的干扰破坏，守住湿地生态安全边界，为子孙后代留下大美湿地。发挥湿地功能，推进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给各国人民带来更多实惠。中国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进湿地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制定了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中国将陆续设立一批国家公园，把约1100万公顷湿地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实施全国湿地保护规划和湿地保护重大工程。中国将推动国际交流合作，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支持举办全球滨海论坛会议。让我们共同努力，谱写全球湿地保护新篇章。